过来。哦，你平时自由散漫惯也就算了，今天是考试你还迟到。哦，老师，我今天我不坐地铁来上学嘛，结果地铁爆胎了，我这就晚了一点点。地铁爆胎？你不是胡说八道？你胡说八十道啊！你不但迟到，你还撒谎，你这是错上加错。老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行了，先这样，先去考试吧。哎，可凡，你身上没有带跟考试无关的东西吧？没呀、没有带小抄。老师，您这话说的，我可凡是那种人吗？是。可凡，立正。跳。跳跳跳，再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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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跳。可烦呀，你身上的东西可比机器猫的多多了呀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这谁往我身上偷偷塞的？你看看这啊。别装了，可凡啊，再没有了吗？没了，没有了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吗？没有了，看看，看看，我看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怕看不清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做选择题用的，还俩，多选。哎呦，你这题有创意。先去考试，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。门天上去了。芥末饼干不好呢。嘿，可烦。那你跟那吃独食被我盯上了吧？没有，我什么也没吃，还跟那装，拿来我都看见了。不是，给我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吃了会后悔的。我不吃才后悔呢。那你真抠门。说什么呢？我可都听着呢。我说你是我害人呢，说你是我害人呢，在这儿呢。大头，你这个嘴真的好有意思啊！你们快想想办法，帮我让他改改说话的毛病。伟大的国王，看来得使用绝招了。哎呦，绝招！哎呦，我好害怕哟。干嘛？啊！哎呦！喷！哎，那你给我喷的是什么呀？匹诺曹药剂，从此以后可凡再说谎的话，就像会像童话里边的匹诺曹一样受到惩罚。真的假的？我可凡从来不说谎。等一等，你这个药水是不是过期了？好像对我无效啊。真是，哎呦。不跟你们玩了，再见。
你居然吓唬我！哎，这不什么也没发生吗？这就是，那谁解解闷儿啊？小喇叭。嘿、哎。小喇叭，哎，你好，哟，你这脸上怎么了？脸上啊，好像有点脏东西。在哪？来来，抹掉了吗？哎，没有抹掉，我来帮你弄吧，我来帮你弄。哎哎，这儿有一点，这儿有点，哎这儿，哎，嗯，好了。啊，好啊，干净了。嗯，干净多了。谢谢你啊，可凡。不客气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好玩。哟，哎，小白，小白，哎，这个，哎，你怎么还在吃啊？怎么还在吃？啊，怎么了，可凡哥？你不知道欧老师到处在找你吗？他说你啊上课偷吃零食。可是我上课没有偷吃啊。啊，对呀，你可凡哥哥也知道你上课没有偷吃，但是你得解释给老师听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等等，你不能这么去啊！你看你手里还拿着零食呢，老师看见肯定会说你的。也对，那个可凡哥啊，这就先你拿着啊，嗯，谢谢你啊，好，再见，好，我帮你拿着啊，哎，现在的小孩啊，真好骗，哎，没吃到，可凡，说，严惩不贷。说，你怎么骗他们的？他们记错了。记错了？谁？可凡，你整容了？你鼻子怎么那么长？我坐过山。欧老师，我这几天可能感冒了，擤鼻涕擤长了。不是、啊，你怎么还长尾巴了？这下可凡总算是得到教训了。呼噜呼噜呼！是我。哎呀呀，可烦！哎呀呀呀，哎呀，下手可真是太狠了，疼死我了！哎呀呀，天生神力！哎呀呀，真棒！伟大的国王，可凡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？啊？我是来偷解药的啊！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等一等，你看我都变成这样了，可凡没有撒谎，可凡的样子没有变。看来可凡真的知道错了。嗯，好。不过，如果以后可凡再撒谎的话，等一等可就不帮可凡了。好，先把我变回来。我变回来了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！我可凡英俊的脸又回来了！哎呀呀，可凡又撒谎。
们一点都不英俊。